中学对去年九月开始就要上这本土基本课，到今已经一学期过去啊。就校长甲老师表示讲，这教科册课本上过长，内容阁上过侪，若准备伫咧一学期内面甲全部内容上好了，而且让学生吸收是真困难的。现开高中的闽南语课本总共五页，内底阁真侪较难的字词。为去年九月开始，各种高中嘛爱上本土基本课，不过教科册内底内容，对已经两三年无伫学校接触本土语言的高中生来讲，可比无字天书。我来教，较困难的部分，我会建议起来。重点是要互因了解讲，这个作者伊所要传达给这个囡仔是啥物。高中来讲的话，其实国中已经三年没有再接触本土语的断层的，它就会产生一些困难。编课本不是我们想要怎么编就能怎么编，一定要依照那个课纲的要求来进行编辑。高中的部分，台北市金华高中校长曾水良表示，这学期仅拿二十节本土基本课，闽南语教科册内底煞有六课，等于平均三礼拜总共135分钟就要教一课，对老师学生来讲拢真吃力。我们也想讲，甲老师建议讲，是毋是明年得选用这个教科书的时阵，内面的内容吼，咱会再选择讲，咱这学期要教偌济。出版社对此表示，目前也有在考虑将内容改较少的，不过若是有改变，最后也是要通过教育部的审定才准算。记者林思社桂林综合报道。